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编洛史。我阿宪。阿宪，那我们今天要去中和修 Solio。对 ，Solio， 它的底盘有一些问题。对啊，皮皮口口的。皮皮口口。那我们今天就是会开着这台车去中和找云哥。好，待会见。上行汽车找到云哥，然后呢，他把我们的 Solio 开去试车看看，看目前车况有什么样的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在现场等云哥去试车以后，他就会回来看一下我们目前的车况有哪一些问题，然后再分享给大家。人家都换了嘛，之前换过一次，差不多上个月吧。但是他换完剩那个刚刚那个空空声而已，还找不到原因。引擎架也换了，哎，都换了。在吹油门跟刹车的时候，是你自己换的。这要查，哈哈，没有那么好查，这要一点时间的。不知道，可能每个部件都试一次才会知道，就跟冷气那时候一样，管路不行就看压缩机，压缩机再不行再往后看，查不完。这时候就要套一句那个奈迪老板，可大可小。可大可小，可大可小。刹车，如果大力一点的时候，有那个咕咕的声音。人家重踩重刹就会听到，他有时候他不用重踩也听得到。云哥话机稳一下，所以我们就等云哥去试一下，看什么样的状况再跟大家分享。二，还有声音吗？往前。很大声，好，完了，严重了。BBQ。哎呀，松的，这个松的啊，一颗，我锁了好几下哎。那一根是什么东西的？防倾杆的啊。哦，他这样就很简单啊，就没有锁好啊，没有锁好啊，很简单啊，道理啊。还有越开越大声，
啊，当然了，你那个螺丝会越来越松啊，当然越来越开大声。啊，声音都在左边啊，声音都在左边啊，看你要锁一下，我看看。声音像大的，声音都在那边，没有错了，声音是都在那边了、啊。啊，好了，应该好了吧？来，那全部都放光光了，可能还有声音。这个底盘有没有一样东西啊？听不知道你这左前方的问题，好，拿起来试一下就知道了。那老三好像有说到，好像是没有锁好，或是有什么东西裂掉，看好像没有裂嘛，那应该是往锁好的方向去走。来看看，好像是防倾杆，日去的时候那个车行只有锁一边，另外一边没有锁。好，刚刚检查下来呢，大概就是保险杆的螺丝有松动。云哥他们把螺丝的部分锁紧之后呢，就比较没有刚刚的异音出现了。那现在呢，待会会换一下我们车的皮带，皮带换好之后呢，就差不多可以打完收工。应该是就是太松了一把。感谢我们的云哥，云哥拜拜。刚给云哥修完了，刚找了一圈，什么都没有找到。结果后来好像请另外一个老师傅过来帮忙看一下，然后发现是那个防倾杆，是不是左边的防倾杆螺丝没有锁好，螺丝是松的，难怪开的时候没有声音，就是起步才会有。不过那也是上次去给别的车行修的时候他没有锁到。那刚刚说那个问题也是像修冷气那一次啊，就是可大可小。那比较麻烦的就是每个部分都要拆一次看一次，那好险刚刚就有先找到，找不到就严重了，整台车都要拆光光。对啊，可能就要留守一天在那里，要在那边过夜了。他等于说他每个部分拆完弄好，确定 OK 再出去开一次，还有声音再回来。他们好像出去开了三次。对啊，开了三次都还有声音，他就放弃了，他就请求支援。好，塞一来就听出来了。大师兄回来了，应该是前面真的老师傅的经验很重要，因为老师傅走过去听到，然后就拿着他的扳手过去就好了，就是这么快。对我们说要尊重专业，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出发回去公司了。在 Solio 基本上就整台都整理完了，现在开起来也很顺，没什么异音。那今天就先这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机械堂专业电动工具，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，虾皮购物，天天出货，天天免运。